好像要到年底了，突然看到啊下雪了，哎，我们要去看下雪，我就去了。好，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有一些冲动嘛，OK，要有，而且要有一个想法。现在突然不知道去玩什么，好，就算了，还是先等到想清楚。那因为我的习惯，我很喜欢自由行，所以所有的旅程都是我规划的，OK，而且花的旅程的时间比准备上课还要更多。因为我真的很认真哦，我把每个地方玩的啦，然后整个好不好玩啊，或者是等等的，都其实规划的还蛮详细的哈。好啊，最后的话呢，这边一有没有？二啊，打勾一下，哎，有没有？就是编号，然后哪一天 check in 的月日，然后再几天啊？最后的话呢，再串一个什么 end，他那个人end 一个减的符号，所以 minus 符号在 end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First name 就可以了。OK，然后按打勾，好，向下填满，大功告成。可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哈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哈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